又是新的一天。哥哥早上好。耶！出发，布布。你好，布布。我爱妈妈芯片。今天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？小美，我给你梳头发。小美，来喝水。我给小美做了蛋糕哦。小美，再喝一点水吧。我们来当小美的妈妈。原来在玩过家家呀。兔宝宝，好可爱。哇，它好小哦。它是不是饿了？和我们一起玩好吗？小兔子，你要乖哦。不如我们带小兔子去探险吧。耶！一二一，去探险。排好队，不乱走。耶！等一等，我学走路的时候，妈妈也是这样陪着我的。加油，加油！耶，小绵羊成功了！小绵羊要加油哦！再见，绵羊妈妈。一二一，去探险，排好队，不乱走。耶！等一等，我妈妈也是这样，把好吃的都放到我的碗里。鸡妈妈再见，小鸡再见。一二一，去探险，排好队，不乱走。耶！等一等，我妈妈也是这样陪着我学游泳的。啦啦啦啦，回家了，排好队，不乱走，好开心。耶！哥哥，我回来了。小可爱们，今天发现什么有趣的事了吗？我看到绵羊妈妈教小绵羊学走路，鸡妈妈给小鸡好吃的，青蛙妈妈陪小青蛙游泳，妈妈们都很爱自己的宝宝呢。我的妈妈也很爱我，我妈妈也是，我妈妈最爱我了。妈妈说爱我多一些，哈哈哈。我也很爱妈妈。不不，小可爱们的妈妈是怎么爱你们的呢？我们画给哥哥看吧。好呀好呀，那我们一起画吧。现在就去画画。小可爱们，你们在画什么？呵呵，等下就知道了。小可爱们，画好了吗？画好了。妈妈经常给我做好吃的草莓蛋糕，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，妈妈经常出差，但是她会记得每天和我说晚安哦。这是妈妈给我织的彩虹围巾，超级漂亮的。咦，豆豆，你画的是什么呀？这是妈妈，在我怕黑的时候，妈妈就像光一样保护我。小可爱们都画得很棒哦，妈妈都很爱小可爱们哦。那兔妈妈也很爱兔宝宝吗？当然咯。歌德，小朋友们今天表现得怎么样？小可爱们表现得很棒哦。波波，
我爱妈妈芯片激活。